好嘞哦，啊，主持人今年吼，啊，咱这个回乡啊嘞，啊，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啊嘞啦，我看到时啊过年时啊吼，大家等咧无闲，家家户户，大大细细拢总转来啊嘞哦，都今日大家等在咧用餐当中吼，啊，安尼互相开讲交流一下，这真正是非常的好吼，嘿，你看人数正济啦，万变的家祝福大家拢从好子孙一代来甲传一代啦吼，来，谢谢兄弟们感谢，礼貌上，啊嘛，特别在咱本疆吼，来甲咱的兄弟兄，所有咱这开心的事情大家感谢一下哦。好，是大家来宾，大家好，再次祝福大家当事事顺心，事事如意。我们都在这农庄的刚来个大赚钱，祝福大家龙年能够行大运，新年快乐。哇，谢谢嘛，祝福大家好运连连来。对。好，来，特别感谢，特别感谢。啊，即摆呢，赶快，吼，咱呢，四个人赶上部分连锁来个安排。那现在咱通州老尾去呢，甲大家感谢一下，再通知一下你啦，吼。嘿，来，谢谢，过来个介绍。好，介绍安排，今天那一部叫《新花开上来》。OK， 来特别介绍，到咱轻松好听，老一个歌曲哦。有这个的辣妹啊，比这个的情感的安排，比这个啊，祝我的个事事顺心，大进财。哇，来，特别感谢，感谢咱所有咱家好朋友大家的分享哦。OK， 来，接下来，好的，继续。